下来，为了应对五年后的仙门十脉大比，所有人闭关修炼五年，务必最大限度地提升境界。十脉大比必须兑现给宗主承诺，夺得仙榜榜首，如此一来就有机会成为圣子。只有在宗门地位越高，才能接触宗门高层的秘密。妹妹，遇到一个心仪的人不容易，你若真心喜欢，就该跟他表白心意。